前面坐几个？后面坐几个？三个。尾箱里面有个人呢，多坐一个人，知道吧？合在几个人啊？五个人坐六个人，对不对？你家人过来。这个人可以坐在那里啊？那是你儿子还是哪个？我儿子。你对你儿子是这样的？你这是开玩笑。你这儿子长得好高大，好英俊，真的是。你要还坐后面，万一出事你舍得？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